这是黄馨玉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论语》孔夫子，学而第一。第一章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第二章，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”第三章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第四章，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第五章，子曰：“导千乘之国，近士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第六章，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第七章，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第八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第九章，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”第十章，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于，亦与之于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于？”第十一章，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性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第十二章，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第十三章，有子曰：“信尽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尽于礼，愿耻入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第十四章，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第十五章，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’”子曰：“四也，始可欲言诗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第十六章，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《论语》学而第一，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为政第二。第一章，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第二章，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第三章，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，
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第四章，子曰：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第五章，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吾为樊迟玉。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吾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第六章，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第七章，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第八章，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舍难，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九四，先生传，争是以为孝乎？第九章，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逾。第十章，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第十一章，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第十二章，子曰：君子不器。第十三章，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第十四章，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闭，小人闭而不周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恭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犹惠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第十八章，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第十九章，哀公问曰：何为哲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触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触诸直，则民不服。第二十章，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第二十一章，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孝乎，为孝有于兄弟，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泥，小居无悦，其何以行之哉？第二十三章，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。子曰：因因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计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非其鬼而计之，惭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《论语·为政》第二，完。这是慧慧
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上海，2007年11月18日。论语，孔夫子。八义，第三。第一章，孔子为季氏，八义舞于庭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第二章，三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，相为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。第三章，子曰，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第四章，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，大哉问，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第五章，子曰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第六章，季氏旅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，如弗能救于？对曰，不能。子曰，呜呼，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第七章，子曰，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第八章，子夏问曰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，会事后素。曰，礼后乎？子曰，其余者商也，实可与言师已矣。第九章，子曰，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第十章，子曰，帝自季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第十一章，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，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视诸斯乎？指其掌。第十二章，季如在，季神如神在。子曰，吾不欲季，如不季。第十三章，王孙贾问曰，与其昧于傲，宁昧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，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第十四章，子曰，周建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第十五章，子入太庙，每事问，或曰，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每事问。子闻之，曰，是礼也。十六章，子曰，射不主皮，唯利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第十七章，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。子曰，次也，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
十八章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十九章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二十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二十一章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人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二十二章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，或曰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观事不赦，焉得俭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数色门，管赤亦数色门。邦君为两军之豪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二十三章。子欲鲁太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息如也，纵之纯如也，矫如也，易如也，以成。二十四章。宜丰人请见，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二十五章。子谓韶：敬美矣，又敬善也。谓武：敬美矣，未敬善也。二十六章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论语八佾第三篇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11号。《论语》孔夫子。礼仁第四。第一章。子曰：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第二章。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曰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第三章。子曰：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第四章。子曰：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第五章。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第六章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无以上之，恶不仁者其为仁矣。不死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
盖有之矣，我谓之见也。第七章，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失之仁矣。第八章，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第九章，子曰：是至于道，而此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第十章，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弊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第十二章，子曰：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第十三章，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第十四章，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未可知也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生乎？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伟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谏之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第二十章，子曰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公之不殆也。第二十三章，子曰：以曰失之者鲜矣。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信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游曰：事君硕，思入矣；朋友硕，思疏矣。论语里仁第四，完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论语孔夫子，公冶长第五。第一章，子谓公冶长：可弃也，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弃之。第二章，子谓南容：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行路，以其兄之子弃之。第三章，子谓子建：君子哉若人，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第四章，子贡问曰：是也何如？子曰：汝弃也。曰：何弃也？曰：胡廉也。第五章，或曰：庸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欲人以口己，屡争于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第六章，子使七雕开室，对曰：吾思之，未能信。子曰。第七章，子曰：道不行，诚浮浮于海，从我者其由于？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有也，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第八章，孟武伯问：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问，子曰：有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，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千世之义，百乘之家，
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次也何如？子曰：次也，数代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第九章，子谓子贡曰：如与回也孰欲？对曰：是也何敢忘回？回也闻一以知十，是也闻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，吾与汝弗如也。第十章，宰予纣寝。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于鱼于何诸？子曰：使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性。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性。于鱼于改是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：吾未见刚者。或对曰：身诚。子曰：诚也欲焉得刚？第十二章，子贡曰：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家诸人。子曰：是也，非尔所及也。第十三章，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第十四章，子路有闻，未知能行，唯恐又闻。第十五章，子贡问曰：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？子曰：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第十六章，子谓子产：有君子之道四焉，其行己也公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张文仲居蔡，三节早酌，何如其志也？第十九章，子张问曰：令尹子文，三世为令尹，无喜赦，三已之，无运赦，就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是其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为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犹吾大夫崔子也。为之，之一邦，则又曰：犹吾大夫崔子也。为之何如？子曰：亲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第二十章，季文子善思而后行。子闻之曰：在，思可矣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宁无子，邦有道则治，邦无道则愚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第二十二章，子在陈曰：归于，归于，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陈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第二十三章，子曰：伯夷，孰其不念旧恶，怨事用兮？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孰谓为生高直？或起兮焉，起诸其邻而与之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鞠躬，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，逆怨而有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第二十六章，颜渊记录事。子曰：何各言而至？子路曰：愿居马，亦轻裘，与朋友共，
避之而无害。颜渊曰：“愿无发散，无失劳。”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第27章，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，而内自讼者也。”第28章，子曰：“时事之义，必有忠信如某者焉，不如某之好学也。”《论语·公冶长》第五，完。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沈阳，2007年7月，《论语·孔夫子·雍也》第六，第一章。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“可也。”简。仲弓曰：“居敬而信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吾乃大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第二章。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，孔子对曰：“有言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无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第三章。子花事于齐，然子为其母请诉。子曰：“于知府。”请意曰：“于知语。”然子于知数无柄。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。乘肥马，亦轻裘，无闻之也。君子周籍，不计赋。原思为之载，与之数900辞。”子曰：“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？”第四章。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心且狡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第五章。子曰：“回也。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第六章。季康子问仲由：“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次也。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次也达。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。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易。于从政乎何有？”第七章。季氏使闵子迁为废宰。闵子迁曰：“善为我持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无必再问上矣。”第八章。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执其手。曰：“吾知命以夫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”第九章。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衣瓢饮，在楼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”第十章。冉求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”
今如画。十一章，子谓子夏曰：汝为君子如？吾为小人如？十二章，子游为武成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而乎？曰：有旦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眼之视也。十三章，子曰：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十四章，子曰：不有诸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。十五章，子曰：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。十六章，子曰：至圣文者也，文圣至者始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十七章，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幸而免。十八章，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十九章，子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欲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欲上也。二十章，樊迟问之，子曰：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问仁，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念一章，子曰：知者要水，仁者要山，知者动，仁者静，知者要，仁者受。念二章，子曰：其一变，至于鲁，鲁一变，至于道。念三章，子曰：孤不孤，孤哉孤哉。念四章，宰我问曰：仁者虽告之曰：仅有仁焉，其从之也。子曰：何谓其然也？君子可视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念五章，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夫。念六章，子见男子，子路不说，夫子使之，曰：予所疲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念七章，子曰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以乎，民显举矣。念八章，子贡曰：如有博士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圣乎？尧舜其犹病诸？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弊，可谓人之方也已。论语《雍也》第六完。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8月。论语孔夫子。述而，第五，第一章。子曰：述而不作，
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朋。第二章，子曰：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第三章，子曰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图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第四章，子之焉居，深深如也，夭夭如也。第五章，子曰：慎以无衰也，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第六章，子曰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第七章，子曰：自行数修以上，吾未尝无悔焉。第八章，子曰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第九章，子时与有丧者之策，未尝饱也，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第十章，子谓颜渊曰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长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子路曰：子行三军则谁与？子曰：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十一章，子曰：富而可就也，虽执鞭之肆，无义为之，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。十二章，子之所慎，衰，战，济。十三章，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自于斯也。十四章，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诺，吾将问之。入曰：伯夷叔齐，何人也？曰：古之贤人也。曰：怨乎？曰：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出曰：夫子不为也。十五章，子曰：反书食饮水，屈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，不知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。十六章，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十七章，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十八章，社公问孔子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汝昔不曰，其为人也？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十九章，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民以求之者也。二十章，子不与怪力乱神。念一章，子曰：山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念二章，子曰：天生得于鱼，环颓其如于何？念三章，子曰：二三子，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耳，
五无形而不逾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念四章，子以四交，文、性、忠、信。念五章。子曰：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善人无不得一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无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念六章，子钓而不刚，亦不涉数。念七章，子曰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智之，知之次也。念八章，互相难预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为何甚？人杰即以进，与其竭也，不保其亡也。念九章，子曰：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三十章，臣斯拜问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知礼。孔子退，依乌马骑而进之，曰：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吾为同姓，谓之吾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乌马骑矣者，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萨一章，子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贺之。萨二章，子曰：文莫无由人也，公信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萨三章，子曰：若胜于人，则无其感，亦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为云而已矣。公西华曰：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萨四章，子疾病，子路请祷，子曰：有诸？子路对曰：有之。累曰：祷而于上不神之。子曰：丘之祷久矣。萨五章，子曰：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吞也，宁固。萨六章，子曰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萨七章，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论语述而完。这是杰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中国北京2007年7月。论语孔夫子泰伯第八。第一章，子曰：泰伯岂可谓至德也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第二章，子曰：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子曰：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，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。第三章，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起于足，起于手。诗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之勉夫。小子。第四章，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思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思静性矣；出辞气，思远鄙备矣。边斗之事，则有思存。第五章，曾子曰：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泛而不教，昔者无有，常从事于斯矣。第六章，曾子曰：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济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仁于，君子仁也。第七章，曾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第八章，子曰：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第九章，子曰：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第十章，子曰：好勇及贫，乱也；仁而不仁，及之以慎，乱也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交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矣。第十二章，子曰：三年学，不至于古，不亦得也。第十三章，子曰：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，危邦不仁，乱邦不居，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第十四章，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失职之始，官纠之乱，洋洋乎隐耳哉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狂而不直，同而不怨，空空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巍巍乎，与舜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，巍巍乎，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；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；奂乎，其有文章。第二十章，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禹有乱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侍殷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禹，吾无见然矣，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，物衣服
而致美乎弗冕，彼公事而尽力乎沟绪，与吾无见然矣。论语泰伯第八完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子罕第九。第一章：子罕严厉与命与人。第二章：答向党人曰。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吾何直？直欲乎？直射乎？吾直欲矣。第三章，子曰：马冕，礼也，今也存，简无从众，拜下，礼也，今拜乎上，泰也，虽为众，无从下。第四章，子绝嗣，无义，无弊，无故，无我。第五章，子谓于匡曰：文王既末，文不在知乎？天之将上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欲于斯文也，天之未上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于何？第六章，太宰问于子贡曰：夫子圣者于何其多能也？子贡曰：故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子闻之曰：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见，故多能比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劳曰：子云吾不是，故义。第七章，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？吾知也。有比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结焉。第八章，子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吾已矣服。第九章，子见之摧者，免衣裳者，于古者见之，虽少必作，过之必趋。第十章，颜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专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竭无才，如有所立卓耳，虽欲从之，莫由也已。第十一章，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并谏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，无成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于众不得大丈，于死于道路乎？第十二章，子贡曰：有美玉于斯，运毒而藏诸，求散驾而沽诸。子曰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驾者也。第十三章，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陋，如之何？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第十四章，吾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免，不为久困，何有于我哉？第十六章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
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无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无往也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欲之而不惰者，其悔也与？第二十章，子谓颜渊曰：习乎，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以服，秀而不实者有以服。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思亦不足畏也已。第二十三章，子曰：法与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训于之言，能无悦乎？义之为贵。悦而不义，从而不改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义必运袍，与义胡合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有也于？不志不求，何用不张？子路终身送之。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张？第二十七章，子曰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第二十八章，子曰：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：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，可与适道，未可与利，可与利，未可与权。第三十章，堂弟之花，偏其反而，岂不尔思？世事远而。子曰：未知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论语子罕第九，完。这是结尾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中国，北京，2007年8月。《论语》，乡党，第十，第一章：孔子于乡党，循循儒也，似不能言者，其在宗庙朝廷，辩辩然，为谨耳。第二章：朝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隐隐如也。君在，促及如也，与与如也。第三章：君召使宾，色薄如也，足洁如也。衣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参如也。趋进，亦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。曰：宾不顾矣。第四章：入宫门，居功如也，如不容，力不中门，行不履欲，过谓色薄如也，足洁如也。其言似不足者，设资升堂，居功如也，平气似不息者，出将一等，逞颜色，夷夷如也。莫皆趋进，亦如也。复其位，促及如也。第五章：执圭，居功如也，如不生，上如衣，下如兽，薄如战色，
足素素如有循，祥礼有容色，斯地鱼鱼如也。第六章，君子不以甘邹事，孔子不以为谢服，当属枕痴戏，必表而出之。姿衣高裘，素衣泥裘，黄衣狐裘，谢裘长短又媚，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，狐号之后居。去丧无所不佩，非为商必杀之。高裘悬冠不以吊，吉月必朝服而朝。第七章，斋必有名衣布，斋必辨识，居必迁坐。第八章，食不厌精，愧不厌细，食义而爱，与馁而肉败，不食色恶，不食臭恶，不食湿刃，不食不食，不食歌不正，不食不得其将，不食肉虽多，不使胜食细，唯酒无量，不及乱孤酒，是腐不食，不彻僵食，不多食。祭于公不素肉，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不食之矣。食不语，寝不言，虽蔬食菜羹瓜蓟，必斋如也。第九章，席不正不坐。第十章，乡人饮酒，帐者出，思出矣。乡人挪，朝服而立于坐阶。第十一章，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，曰：“秋未达，不敢尝。”第十二章，旧坟，子退朝，曰：“商人乎？不问马。”第十三章，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；君赐兴，必熟而见之；君赐生，必触之。事食于君，君祭先饭，即君视之，东守加朝服脱身，君命昭不似驾行矣。第十四章，入大庙每事问。第十五章，朋友死无所归，曰：“与我并。”朋友之馈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第十六章，寝不湿，居不容，见资摧者虽瑕必变，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，胸腹者视之，视腹板者有胜传，必变色而作，迅雷锋裂必变。第十七章，生车必正立，直随车中不内固，不及言，不亲止。第十八章，色思举矣，祥而后吉，曰：“山梁辞志志，实哉实哉。”子路拱之，三袖而坐。论语乡党第十完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先进第十一。第一章，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也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无从先进。”
第二章，子曰：众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德性，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，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，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，子游、子夏。第三章，子曰：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无言无所不悦。第四章，子曰：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第五章，南容三父伯归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。第六章，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，孔子对曰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辄无。第七章，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居以为之果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礼也死，有官而无果，无不徒刑以为之果，以无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。第八章，颜渊死，子曰：一天上愚，天上愚。第九章，颜渊死，子哭之痛，众者曰：子痛矣。曰：有痛乎？非夫人之未痛而谁未？第十章，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不可。门人厚葬之，子曰：回也，是于由父也，于不得是由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第十一章，季路问是鬼神，子曰：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曰：敢问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第十二章，闵子四彻，盈盈如也。子路，沆沆如也。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，若有也不得其死然。第十三章，鲁人为常府，闵子骞曰：仍旧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众。第十四章，子曰：由之射，奚为于某之门？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深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第十五章，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？子曰：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则师欲愚？子曰：过犹不及。第十六章，季氏父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练而复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名古而攻之可也。第十七章，才也愚，身也鲁，师也辟，友也厌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回也其恕乎？履空，次不受命而获直焉，义者履众。第十九章，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不见机，亦不入于世。第二十章，子曰：论笃事与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第二十一章，子路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文思行之？冉有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文思行之。公西华曰：有也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。求也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文思行之。次也惑，敢问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敬之；有也兼人，故退之。第二十二章，子谓于匡、颜渊后。子曰：吾以汝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？第二十三章，季子然问仲由、冉求，可谓大臣与？子曰：吾以子为义之问，争有与求之问。
和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折止。今有与求也，可谓拒臣矣。曰：然则从之者愚。子曰：事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第二十四章，子路使子高为婢宰。子曰：折服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名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子曰：是故勿服佞者。第二十五章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以吾一日长乎耳，吾无已也。居则曰：不吾知也，如获知耳，则何以哉？子路率耳而对曰：千乘之国，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应之以机警，有也为之，必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审之，求尔何如？对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必及三年，可使民足，如其礼乐，以事君子。次，尔何如？对曰：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、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点，尔何如？古射兮，坑耳，舍射而坐。对曰：亦乎三子者之传。子曰：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夫子喟然叹曰：吾与点也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审有也？曰：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审之。为求则非邦也与？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为次则非邦也与？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合，次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《论语·先进》第十一，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。颜渊第十二。第一章，颜渊问仁。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有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回虽不敏，请事思于矣。第二章，仲弓问仁。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仲弓曰：庸虽不敏，请事思于矣。第三章，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任。曰：其言也任，斯谓之仁矣乎？子曰：为之难，言之德无任乎？第四章，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忧不惧。曰：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矣乎？子曰：内省不疚，
夫何忧何惧。第五章，司马牛忧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。子夏曰：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私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。第六章，子张问明，子曰：敬润之政，夫寿之数，不行焉。可谓明也已矣，敬润之政，夫寿之数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第七章，子贡问政，子曰：逐食逐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第八章，及子成曰：君子直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子贡曰：习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。四不及舌，文犹直也，直犹文也。虎豹之阔，犹犬羊之阔。第九章，哀公问于有若曰：年饥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曰：何彻乎？曰：二，无由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对曰：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第十章，子张问崇德，辩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喜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祸也。诚不以富，义之以义。第十一章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数，无德而食诸。第十二章，子曰：片言可以折喻者，其有也与？子路无数诺。第十三章，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，使无讼乎？第十四章，子张问政，子曰：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服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第十七章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政者政也，子帅以政，孰敢不政？第十八章，季康子换道问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第十九章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儒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对曰：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第二十章，子张问事何如，斯可谓之达矣。子曰：何哉？而所谓达者。子张对曰：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子曰：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直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
律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，夫闻也者，色取人而性为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第二十一章，樊迟重游于五鱼之下，曰：敢问崇德、修特、辩惑。子曰：善哉问，先是后德，非崇德于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特于一朝之愤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于。第二十二章，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，问智。子曰：知人。樊迟未答。子曰：举直处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相也，吾见于夫子而问智。子曰：举直处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谓也？子夏曰：父哉言乎，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尧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第二十三章，子贡问友。子曰：忠固而善道之，不可折止，无自入焉。第二十四章，曾子曰：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论语颜渊第十二，完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论语孔夫子子路第十三。第一章，子路问政。子曰：先知劳之，请义曰：无倦。第二章，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设小过，举贤才。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？曰：举而所知，而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第三章，子路曰：为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子路曰：有事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政？子曰：也哉，有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重；刑罚不重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明之，必可言也；言之，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第四章，樊迟请学驾。子曰：吾不如老农，请学为仆。曰：吾不如老仆。樊迟出。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须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志矣，焉用驾？第五章，子曰：宋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始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第六章，子曰：其声正，不令而行；其声不正，虽令不从。第七章，子曰：
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第八章，子谓卫公子荆，善居士，时有曰：“苟何矣？”少有曰：“苟完矣。”富有曰：“苟美矣。”第九章，子是谓冉有仆，子曰：“恕以哉？”冉有曰：“既恕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复之。”曰：“既复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交之。”第十章，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积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第十一章，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生残取杀矣，成哉是言也。”第十二章，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事而后人。”第十三章，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崇正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第十四章，冉子退朝，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，如有政，虽不无矣，吾其欲闻之。”第十五章，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，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曰：“一言而上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，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与吾乐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于为也。如其善而莫之为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为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上邦乎？”第十六章，射公问政，子曰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第十七章，子夏为举服宰，问政，子曰：“吾欲恕，吾见小利。欲恕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第十八章，射公欲孔子曰：“吾党有执公者，其父攘阳，而子正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执者异于是，父谓执隐，子谓父隐，执在其中矣。”第十九章，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第二十章，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是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事于四方，不入君命，可谓是矣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中族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然小人哉，亦可以为次矣。”曰：“今之崇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一斗烧之人何足算也。”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“不得忠行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也。”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衣。散服，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。”子曰：“不沾而已矣。”第二十三章，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第二十四章，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
子曰，未可也，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，君子易事而难悦也，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，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易悦也，悦之虽不以道，悦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，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第二十七章，子曰，刚毅木讷敬人。第二十八章，子路问曰，何如师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，切切思思，怡怡如也，可谓是矣。朋友切切思思，兄弟怡怡。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，善人交名七年，亦可以及容矣。第三十章，子曰，以不教名赞，是谓弃之。论语子路第十三完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台湾2008年1月。论语孔夫子献问第十四，第一章献问耻。子曰，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，耻也。第二章，克发愿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矣。子曰，可以为难矣，仁者无不知也。第三章，子曰，事而怀居，不足以为是矣。第四章，子曰，邦有道，为言为信，邦无道，为信言训。第五章，子曰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第六章，南宫瓜问于孔子曰，益善射，傲荡周，俱不得其死然，与计功驾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宫瓜出，子曰，君子哉若人，上德哉若人。第七章，子曰，君子而不仁者有以福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第八章，子曰，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惠乎？第九章，子曰，唯命，皮陈草创之，四俗讨论之，行人子与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第十章，或问子产，子曰，惠人也。问子奚，曰，彼哉，彼哉。问管仲，曰，仁也。夺博士便宜三百，犯疏时莫耻，无怨言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，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第十二章，子曰，孟公绰为赵魏老者忧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第十三章，子路问成人，子曰，若张武仲之智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义，闻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曰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为受命，九邀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第十四章，子问公叔文子于公名贾，曰，信乎？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？公名贾对曰，以告者过也。
夫子食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子曰：其然，岂其然乎？第十五章，子曰：张武仲以防，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邀君，吾不信也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晋文公决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决。第十七章，子路曰：桓公杀公子纠，少乎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为人乎？子曰：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，如其人，如其人。第十八章，子贡曰：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又相之。子曰：管仲向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明道于今，受其祀，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，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。第十九章，公孙文子之臣大夫传，与文子同生诸公，子闻之曰：可以为文矣。第二十章，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康子曰：夫如是，息而不上。孔子曰：仲叔与持宾客，祝陀持宗庙，王孙贾持军旅，夫如是，息其上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其言之不作，则为之也难。第二十二章，臣成子事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成恒事其君，请讨之。公曰：告服三子。孔子曰：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服三子者，知三子告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第二十三章，子路问事君，子曰：勿欺也而犯之。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第二十六章，徐伯玉使人于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夫子何为？对曰：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使者出，子曰：使乎，使乎。第二十七章，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第二十八章，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：君子此其言而过其信。第三十章，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，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子贡曰：夫子自道也。第三十一章，子贡方仁。子曰：四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第三十二章，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第三十三章，子曰：不逆诈，不义，不信，义义先觉者是贤乎？第三十四章，为生母谓孔子曰：丘何为是兮兮者于？吾乃为宁乎？孔子曰：非敢为宁也，即故也。第三十五章，子曰：既不称其利，称其德也。第三十六章，或曰：以德报怨，何如？子曰：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第三十七章，子曰：莫我知也夫？子贡曰：何谓其莫知子也？
子曰：不怨天，不由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第38章。公伯僚庶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曰：夫子固有祸至于公伯僚，吾力犹能四诸事朝。子曰：道之将行也于命也，道之将废也于命也，公伯僚其如命何？第39章。子曰：贤者必士，其次必地，其次必色，其次必言。第40章。子曰：作者七人矣。第41章。子路述于石门，陈门曰：昔字。子路曰：字孔氏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于？第42章。子及庆于魏，有贺馈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有心哉，及庆乎？继而曰：彼哉，坑坑乎，莫己知也。思已而已矣，深则利，浅则弃。子曰：果哉，莫之难矣。第43章。子张曰：书云，高中良英，三年不言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何必高中，古之人皆然，君薨，百官冢己，以听于冢宰，三年。第44章。子曰：上好礼，则民易时也。第45章。子路问君子，子曰：修己以静，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人，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由并诸。第46章。元攘夷祀，子曰：幼而不训悌，长而无树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，以杖扣其颈。第47章。缺党，童子将命，或问之曰：义者于？子曰：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义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论语现问第14。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一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卫灵公，第15。第一章，卫灵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主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谓之学也。明日睡行，在臣绝粮，重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运谏曰：君子亦有穷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第二章。子曰：是也，如以愚为多学而治之者愚？对曰：然，非愚。曰：非也，愚一以贯之。第三章。子曰：由，知德者贤矣。第四章。子曰：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愚。夫何为哉？公己正南面而已矣。第五章。子张问行，子曰：言忠信，信笃敬，虽蛮漠之邦，信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，行乎哉？利，则见其参与前也；在于，则见其以于恒也。弗然后行，子张书诸身。第六章。子曰：直哉始于邦有道如始，邦无道如始。
君子哉，徐伯玉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第七章，子曰：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诗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诗言智者不诗人亦不诗言。第八章，子曰：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人。第九章，子贡问为人，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居士邦也是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事之仁者。第十章，颜渊问为邦，子曰：行下之时，成阴之路，福州之免，月则少午，放正身，远宁人，正声迎，宁人待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第十二章，子曰：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第十三章，子曰：张文仲，其妾位者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。第十四章，子曰：公自厚而薄折于人，则怨怨矣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君子义以为直，礼以行之，训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君子即莫事而民不称焉。第二十章，子曰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君子精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第二十三章，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吾知于人也，谁毁谁欲，如有所欲者，其有所恃矣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吾有己使之缺文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吾以服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第二十七章，子曰：众恶之必察焉，众好之必察焉。第二十八章，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：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第三十章，子曰：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第三十一章，子曰：君子谋道不谋食，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，学也，路在其中矣，君子忧道不忧贫。第三十二章，子曰：智及之，人不能守之，虽得之必失之。智及之，人能守之，不庄以立之，则民不敬。智及之，人能守之，庄以立之，动之不以礼，谓善也。第三十三章，子曰：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。第三十四章，子曰：民之于人也，甚于水火，水火无见道而死者矣，未见道人而死者也。第三十五章，子曰：当仁不让于师。第三十六章，子曰：君子增而不量。第三十七章，子曰：事君尽其事而后其实。
第三十八章，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第三十九章，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第四十章，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第四十一章，师勉见及嗟，子曰：“嗟也。”及习，子曰：“习也。”嗟作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思，某在思。”师勉出，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故向师之道也。”《论语·卫灵公》第十五，完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记事第十六，第一章，记事将发专于，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：“记事将有事于专于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吾乃尔事过于夫专于习者，先王以为东盟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发为？然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周人有言曰：“臣立就列，不能折止，为而不持，颠而不服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峡，龟玉毁于毒中，是谁之过于？”然有曰：“今弗专于，故而敬于敝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君子及弗舍曰：“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，文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亲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有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第二章，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发，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发，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奚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奚不失矣。陪臣，执国命，三世奚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易。”第三章，孔子曰：“陆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待于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孙为矣。”第四章，孔子曰：“益者三有，损者三有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。亦矣，有偏僻，有善柔，有偏佞，损矣。”第五章，孔子曰：“益者三要，损者三要，要节礼乐，要道人之善，要多贤友，亦矣。要交乐，要益游，要宴乐，损矣。”第六章，孔子曰：“是于君子有三千，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古。”第七章，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即其壮也；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及其老也；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”第八章，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，
为天命，为大人，为圣人之言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挟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第九章，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学，民思为下矣。第十章，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视思明，听思聪，射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义。第十一章，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第十二章，诚不以富，义之以义。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孰其恶于首阳之下，民道于今称之，其斯之谓于。第十三章，陈刚问于伯鱼曰：子亦有一文乎？对曰：未也，常独立，礼屈而过庭。曰：学诗乎？对曰：未也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礼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礼屈而过庭。曰：学礼乎？对曰：未也，不学礼，无以立，礼退而学礼。闻思二者，陈刚退而喜曰：问一得三，闻思闻礼，又闻君子之怨其子也。第十四章，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，异邦人称之，亦曰君夫人。论语记事第十六，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论语，孔夫子，阳货第十七。第一章，阳货遇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愧孔子豚，孔子食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遇诸徒，谓孔子曰：来，与语而言，曰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曰：不可。好从事而弃师时，可谓智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逝矣，睡不我与。孔子曰：诺，吾将逝矣。第二章，子曰：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第三章，子曰：为上智与下愚不移。第四章，子之五成，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曰：歌姬焉用牛刀？子游对曰：习者言也闻诸？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时也。子曰：二三子，眼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第五章，公三弗扰以必叛，赵子欲往，子路不悦，曰：莫之也已，何必公三弑之之也？子曰：夫赵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第六章，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，请问之。曰：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
公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第七章，必系召子欲往。子路曰：习者有也闻诸？夫子曰：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必系以忠谋叛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子曰：然，有事言也，不曰坚乎？磨而不令，不曰薄乎？聂而不咨，吾岂刨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第八章，子曰：有也，汝闻六言六必以乎？对曰：未也。居吾欲汝好仁不好学，其必也愚；好智不好学，其必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必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必也狡；好勇不好学，其必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必也狂。第九章，子曰：小子，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耳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智于鸟兽草木之名。第十章，子谓伯鱼曰：汝为周南少南已乎？人而不畏周南少南，其由正强念而立也愚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：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第十二章，子曰：设利而内忍，辟诸小人，其由川渝之道也愚。第十三章，子曰：乡愿得之贼也。第十四章，子曰：道听而图说，得之器也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鄙夫可与事君也愚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古者民有三急，今也或是之五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奋力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物子之夺诸也，物正声之乱雅乐也，物利口之富邦家者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余欲无言。子贡曰：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第二十章，如碑遇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，将命者出户，取色而歌，使之闻之。第二十一章，宰我问：三年之丧，其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鼓既末，新鼓既生，专遂改火，饥可已矣。子曰：食弗道，亦弗景，与汝安乎？曰：安。汝安则为之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止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汝安则为之。宰我出，子曰：愚之不仁也，
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服三年之伤，天下之通商也。愚也，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以哉？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矣。第二十三章，子路曰：君子尚勇乎？子曰：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。第二十四章，子贡曰：君子亦有恶乎？子曰：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善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智者。曰：四也亦有恶乎？恶骄以为智者，恶不逊以为勇者，恶竭以为直者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敬之则不逊，怨之则怨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年四十而见物焉，其中也已。论语·阳货第十七，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孔夫子，为子第十八。第一章：为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见而死。孔子曰：应有三人焉。第二章：柳下惠为士师，散处，人曰：子未可以去乎？曰：直道而示人，焉往而不散处？往道而示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齐景公待孔子曰：若既是，则无不能，以季孟之间待之。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第四章：齐人馈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第五章：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，曰：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，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孔子下，欲与之言，趋而避之，不得与之言。第六章：长居节逆偶而根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长居曰：夫执与者为谁？子路曰：为孔某。曰：是鲁孔某于？曰：是也。曰：是之今矣。问于节逆，节逆曰：子为谁？曰：为仲由。曰：是鲁孔某之徒于？对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鄙人之事也，岂若从鄙视之事哉？忧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兀然曰：鸟兽不可与同群，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某不与易也。第七章：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丈喝钓。子路问曰：子见夫子乎？丈人曰：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
孰为夫子？执其杖而云：子路拱而立，执子路竖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子曰：隐者也。使子路反见之，至则行矣。子路曰：不事无益，长幼之节不可废也，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，欲竭其身而乱大伦，君子之事也，行其义也，道之不行，以知之矣。第八章，佚名，伯夷，孰其，于众，夷亦，朱张，柳下惠，少廉。子曰：不降其志，不入其身，伯夷孰其余？谓柳下惠少廉：降志入身矣，言众伦，行众律，其斯而已矣。谓于众夷亦，隐居放言，身重轻，废重权，我则亦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第九章，太师治是齐，亚范干是楚，三范辽是蔡，四范缺是秦，古方孰入于何？渤陶武入于汉，少师杨及庆襄入于海。第十章，周公谓鲁公曰：君子不使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已，故就无大故，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。第十一章，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瓜、仲徒、仲忽、孰夜、孰夏、季随、季瓜。《论语·为子》第十八，完。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，《论语·孔夫子》。子张第十九，第一章。子张曰：是见为致命，见得失意，祭失敬，丧失哀，其可已矣。第二章。子张曰：直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无？第三章。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，子张曰：子夏云何？对曰：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张曰：亦乎吾所闻，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我之大贤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于，人将惧我，如之何其惧人也？第四章，子夏曰：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自远恐逆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第五章，子夏曰：日知其所无，月无望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第六章，子夏曰：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静思，人在其中矣。第七章，子夏曰：百公居士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第八章，子夏曰：小人之过也必问。第九章，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辩，望之俨然，及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利。第十章，子夏曰：
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利己也，信而后见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第十一章。子夏曰：大德不逾贤，小德出入可也。第十二章。子游曰：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，亦莫也，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子夏闻之曰：一，言犹过矣，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辟诸草木，屈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无也？有始有足者，其为圣人乎？第十三章。子夏曰：事而忧则学，学而忧则事。第十四章。子游曰：伤自乎哀而止。第十五章。子游曰：吾有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为人。第十六章。曾子曰：堂堂乎章也，难与并为人矣。第十七章。曾子曰：吾闻诸夫子，人未有自治者也，必也轻伤乎？第十八章。曾子曰：吾闻诸夫子，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第十九章。孟氏使杨夫为士师，问于曾子，曾子曰：上师其道，明善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则哀今而勿喜。第二十章。子贡曰：昼之不散，不如士之慎也，是以君子勿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第二十一章。子贡曰：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过也人皆见之，耕也人皆养之。第二十二章。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仲尼焉学？子贡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治其大者，不贤者治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？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尝师之有？第二十三章。叔孙武叔欲大夫于朝曰：子贡贤于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辟之宫墙，室之墙也极坚，窥见世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钟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第二十四章。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吾以为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逾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德而逾焉。人虽欲自觉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第二十五章。臣子禽谓子贡曰：子为公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子贡曰：君子一言以为志，一言以为不志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利之思利，道之思行，虽之思来，动之思和，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论语子章第十九。完。
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。尧曰，第二十。第一章，尧曰：“资耳顺，天之利数在耳躬。”允直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，顺义以命与。曰：于小子履，敢用玄母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，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避，简在帝心，正公有罪，无以万方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公。周有大赖，善人是父，虽有周亲，不如人人，百姓有过，在于一人。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正行焉。兴灭国，既绝世，举义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民食商计，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功则悦。第二章，子张问于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子曰：尊吾美，秉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子张曰：何谓吾美？子曰：君子惠而不废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子张曰：何谓惠而不废？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废乎？则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人而得人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子张曰：何谓四恶？子曰：不教而杀，谓之虐；不戒事成，谓之暴；慢令致齐，谓之贼。由之与人也，出纳之令，谓之有司。第三章，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《论语》完。